合作舞台将登场，张艺兴带练习生找 balance。就是不理想，不理想。我想想啊，那啊，没事，我们加油，我们可以。好，然后我们慢慢来。首先我在跳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注意，就是看，就是整个动作，比方说我的肩膀的高度，整个动作的 balance 在哪里。比方说，嘿，不要有所犹豫。Believe you can do it, hey, 不要有所顾虑，得到或者失去 hey, 看到没，就是看我每一个动作，我会做慢点给大家看，我帮你们看问题。对啊，要噔噔噔噔 OK, 好看，看到没有，星星走路是用四只脚走，这个舞蹈一定是很男人的，很血腥的，所以这个动作一定不是，这不是，看啊，看到没？对，跟怪兽一样冲出来，好吧，来，还是这个动作，要噔噔噔噔，耶，蛮好的，蛮好的。Part one, good. 辛苦了，你辛苦了。想要百分之百的展现最好的样子的话，首先在台下真的花好久的功夫。我知道你们很努力，每天都很努力，每天都行程很满，但是一定要记得，就是只要有时间，就是练基本。基本是地基，你的地基打得有多深，你这个楼就能建多高。真的一定要练基本，基本很重要。好，加油。谢谢PD，辛苦了，PD，辛苦了。